准备去圣梅寺。这个房子还挺大的哦。我强烈推荐这两家店。看到了吗？我又回来了。我现在已经在大阪了，然后来记录一下第一晚我们吃的顶泰丰。现在是日本的10点钟，我准备去道顿街看一眼。反正我们就在难波站这边，所以非常逼近。拜。我们现在来到 Guico 的那个标正，然后我刚才在这边照好多相。 OK， 拜，我要再去照相了。Officially 星期一，我们现在在找饭吃。See you。我们现在在一家寿司店，它是回转寿司，今天的午饭。哇，还有这个哎，我能拿一个吗？我点的我的最爱黄萝卜卷，完全美味。还有那边是炸鸡，也完全美味。居然还有炸猪排的卷。现在是戴帽子的我，我们现在到了新斋桥，来买东西逛街。我真的是来了新斋桥不知道几遍了，前面还有好长好长。Number Park 还有 Number City 这边，现在是有大阪的什么灯光秀，路上全是这种 Winter 的灯。我们走到这边就没有什么人了，相比新宅桥。然后现在准备上去看一下它的灯光秀。Anyways， 希望一会儿可以照一些好照片。现在是周二，然后11点，我们准备去圣梅寺。然后我们现在到了千里中央，准备坐他的巴士过去。我们现在坐在巴士上了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到那边。
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在等车，后面是车站，啊，五分钟他就该来了。现在在地铁站，然后它边上全是吃的，所以进来吃。这是牛肉的一个 set， 然后呢，这是已经被吃掉的猪排饭。开动。零食，为了这两个多小时。现在外面天气是这样子。我们到东京了，应该差不多快八点吃完姐家，准备去逛一下边上的商场，看有什么比较好逛的。能去 Ginza Six 吗？一会儿见。现在都不下雨了。我们现在在 Ginza Six 里面，已经是四点多，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。可能下次去新宿和元素那边，还有表参道，应该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。现在在银座 Ginza Six 楼上的一家咖啡厅，然后呢点了两个甜品，准备歇一会儿，一会儿接着出去。现在出来了，准备去 Dobridge， 应该是我最喜欢的，就在前面。还没有对上焦吧？现在住进了新的酒店，叫 Hamacho 酒店。然后这个房间还挺大的，我刚才做的就是拍了一个 room tour。他还给了一套衣服，这样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这种日式的。明天接着去逛街，晚安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，然后我们刚从酒店里出来。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六本木的国立新。So， 一会儿见。我们现在到了国立新美术馆，往这边就可以走到它的正门，应该是。天哪，我太爱这个建筑的样子了，绝对就是艺术品。我现在在表参道逛街，我刚才
已经逛了两家店，一个是叫 Supermarket， 然后另外一家是叫 HB 恋 Youth。 我强烈推荐这两家店。 HB 恋 Youth 有他自己的牌子，但是 Supermarket 是一个买手店，里面的衣服应该都在打折，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件衣服，还有一条裙子，一个 Acne Studio 的裙子，超级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接着往元素那边走，准备去逛一下 Supreme 啊，然后一大堆其他的潮牌。 So see you。 我们现在在元素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，刚吃完饭。元素有一家百货叫 La Forêt 吧，去那里逛了一下之后就可以回家。回家我还得倒一大堆照片，所以还要留几个小时。今天就这样子结束，拜拜。Hello vlog， 哎呦，对焦。我们现在在穿越，准备来这里逛一逛。现在已经三点钟了。我们第一站要去的是一个神社，叫冰川神社。So, yeah.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多了，我们从神社出来，然后准备去那条古街商业街那边逛了一下。据说这里的红薯特别出名，然后就有什么红薯冰淇淋啊，红薯的什么饼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就准备去找一找吃。那一会儿见。这个是一个，它叫玉什么，应该是红薯那种。我们准备拿来一个来尝一尝。我们现在在穿越这边的星巴克，我点了一杯抹茶拿铁，然后是 grande size， 但是我觉得这个杯子远远比中国还有美国那个 grande 要大，而且这个抹茶还是真正的抹茶，好评，超级好评。5:30，外面已经天黑了，还可以看到天上的云彩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坐车回到穿越的车站，然后呢就可以吃晚饭了。Hello vlog， 天哪，我这个像变了个枕头。我们刚出来，准备去岱冠山那边。今天就是在岱冠山一路逛到涩谷，还有再去元素。今天我穿的超级暖和，那就这样，我要去坐地铁了，拜拜。我们来到了岱冠山的 Flippers， 现在已经点好了三个不同的 pancake。开动。在一家买手店的外面，然后这家叫 Kashiyama 还是什么，里面是长这个样子。到二三层是衣服，然后楼顶上还是地下室咖啡厅。我买了一件 Opening Ceremony 的小上衣，对，就超级推荐这一家。
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我们来吃小火车的回转寿司了，已经点好了我的两个卷。Hello， 快10点了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还不确定要干什么。可能就随便逛一逛，然后再去一趟新宿。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在新宿这边，然后来到了一个叫 Hawaii Pancake Factory 的吃午饭的地方，周围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的 mall 里面乱串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:58、4点了，一会儿见吧，我应该 vlog 不了多少。上买了一个冰淇淋，是 Hershey's 的，好像应该是一块一块的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打开。我们现在在等车，所以我就没事干。哦，这样子。现在我们在机场里已经 check in 了。然后呢，点了一碗牛肉面，现在时间是凌晨1:42，还有一个小时20分钟，这个飞机才飞，so